在1950年代，做过台北第一人民选市长的吴三连先生，也在回忆录当中讲，阮家数十年时间有一挂起落，其中上大的困境就是中主移民进家，伊被人嫌弃思想有问题。不过只是参加同学的读册会而已。然后台湾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下，经济出大问题，民众累积真多不满。对当时读台大经济学的吴业明来讲，马克思的书是下来必读的。伊在同学敖进良的介绍之下，对共产党外围团体民主自治同盟的读册会，读过《中国之抗战》《公营归于民主》这些书，但是当时这些书拢被政府列为禁书，敢若持有就会去予判刑啊！实际上，政治单位早就伫注意这个团体啊。1952年2月23日，知影市长吴三连外出，这个单位拢震动起来，宪兵队、警察队、保安司令部官员，还有附近的里长等等，大队的人马包围市长官邸，还有杀无葬的吴业明，全力死强压走。当时伊也只是一个23岁学生尔，伊先伫东本院时，单独被人关一礼拜外，佫送去青岛东路的军法处，后来被判刑10年，期满了后，佫再感化3年。前后拢总关13年，期间都算是做市长的老爸50年，嘛唔敢凊彩去甲探家，干那当伫个公务上，拄好去罗邦附近的时阵，远远安尼甲头看见。那是苏联，就伫公司大舞台。